我们苗栗在正月半的时候啊，这个萤火也是叫做萤花灯啊。今天呢，我们也有可能有准备的这个花灯笼。我们除了萤笼之外，还有一个意义，也就是萤花灯。好，我们炮手请准备，左线预备，右线预备，上台开保险，开备。
无忧楼一样的战功呢，你可以从他们的龙头就可以看得出来。因为在今年的2022合力创盟呢，我们历经了几个步骤，在昨天我们还特别到苗栗去采街，那也看到了很多很多热情的苗栗的乡亲。昨天晚上就在各乡镇，在苗栗市的各街头开放了，所以呢，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龙声呢，其实真的写下的都是历史的记录。没错，扎东烟幕，还有烟风，龙头炸得越黑，代表大家新年的运势会越更旺。人天志气，虎天意，学武丰年。